紧张紧张，没到边前，其实我一句话都没有讲，我就一直看，然后表面其实挺正经，但是心里已经是胸有澎湃了，马上自己捏一把汗了。看完之后，手心就全是汗了，已经没有跟我说很多，我也没问很多。对，我们不敢问他。对对对，太多，包括是荧幕上的，我们一点都不敢问他，我们就怕他，我们问了过后，就给他带来压力了。他说我想以挑战者的身份去参加这个。